在爱情里面最印象深刻的 moment 是？最印象深刻 moment 啊，我觉得是最近那一任哦，嗯，的确是蛮深刻印象的。今天的小朋友虽然年纪很小，可是恋爱经验不少哦。我跟你讲，我非常的期待今天的主题，因为你看到网络上他们零零后的爱情故事，都要天崩地裂。哈，年纪小，恋爱经验丰富，呸！可以预告一下今天的嘉宾会是谁吗？哇，赛琳哦，她是女性，然后白羊座，敢爱敢恨，有她在的话呢，我相信会更热闹。数到三，帮我打个板啊，一二三。欢迎收看《无人不晓》，他是感性的小东，他是理性的乌比。那这档节目呢，无人不晓，看了之后也没有conclusion啦。主要就是邀请了很多零零后的朋友啦，八零后的朋友啦，还有九零后的朋友啦，来聊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哈，关于这档节目的这个主题。然后呢，这个主题，我相信他们会刷新我们的三观。我下巴都掉下来，刚才听他们的东西。然后这个主题也是很常有什么恋人让人甜滋滋，深刻的爱情不止酸甜苦辣，有时还笑中带泪，辛辣无比。哎呦喂呀，情为何物啊！哎，讲真的，爱情占据了我们很大部分的时间。那想到之前，哇，情窦初开，恋情在学校时期那种甜蜜蜜的思念的感觉，多么的怀念啊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暧昧的时候，还记得怎么唱吗？暧昧让人受尽委屈。为什么你们懂的？我中学的歌曲来的哦。他们老啊。那当然有这班学生之外呢，也邀请了一位敢爱敢恨的一位女生。我真的因为她的爱情故事而认识到她的。Respect 她，邀请林妍。大家好，我是八零后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今天邀请零零后的朋友们来这边，就是了解他们的爱情故事。年轻就是本钱。你在中学时期的恋情故事是怎么样？是很单纯那种吗？我没有我的邪恶啊，我还不懂我的邪恶可以去到那么大、啊。姐姐其实跟黑哥多久时间了哈？结婚四年多，认识十多年。认识十多年了，哦，所以你们一开始是在一起，然后再分开还是？啊，没有，就朋友，因为他小我太多年了。他瘦的时候是比较年轻，所以把他弄肥一点的。他瘦的时候，我没有看过他瘦的时候哎。哎呀，以前选美的嘞，我是他的 judge 来的。哦。可是他真的蛮好看的，一下的，他的五官很好看。没有，他现在把自己刺了了。把自己刺了。好，但是 OK， 我喜欢。OK， 这样想了解一下你们恋情的方式，你是爱情为重的啦，还是事业为重的一个？我是以钱为重吧，爱情给不到我钱，爱情给不到我出国，爱情给不到我礼物的自由。我像过他们，也像过你们。我的 ex boyfriend 我已经数不清多少个。哦，你的 X 是指一个礼拜也算 X 那种吗？哦，没有，我的全部我都是很认真，但是99%到最后都讲，我知道你是林云姐呀、啊，你只要人家点头啊，用你的 Yes Man 啊，我讲对，不喜欢就滚。就如果一个人要逼我为他改变的话，那你就不要来和我在一起啊！我为何要因为你我改变这样？你又不是给钱我，你给钱我，我又不是不可以自己找钱，所以钱对我来说最重要。这样姐姐，我要知道你就是受伤的时候，其实你是怎么走过来？我总是感觉好像很多人都很敢伤你哎。因为其实真的不用照顾我，我自己很厉害，照顾自己就是正常的生活，正常的去运作所有的东西。对啊，因为反正有没有他们，我也是这样。但还要来了，你要走，拜拜喽。真的很九号人哎，跟我们一样也是三六九，我们也是这样子跟我讲啊，有就有喽，没有就没有喽，我又不稀罕。哎，如果我们来一个虚拟的啦 ，OK 好，他被抓走了，已经不在了哈。黑哥被抓的梦 ，OK 没有他存在，他没有存在了的 ，OK。我是单身啊，你要开始回去了，然后现在，我现在要40岁的现在，我的条件是不要给我麻烦。哦 ，OK， 就这样懂，不要好像今天我想要 Mobile Legend 打 gay， 然后突然间你就搞一大龙风啊，你的男朋友喝醉了啊，被吸毒啊，被抓。就妈的，我刚刚上这王者荣誉，你要我去警察局你不要给我麻烦。好，现在我们进行一个爱情观的环节了哈，问大家关于爱情的这回事是什么哈，我们就一个个来了哈。好，你们聊一下你们最深刻的恋情是什么？我们先从阿凯开始好了。我上大学过后，我才有第一任恋情，然后我在大学毕业曾经有六任这样子啦。可是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最近这一任刚分手的，大家应该懂《如果可以》这首歌吧？自己 Q 歌的哇，果然是很因为这首歌在还没有红之前，我已经懂这首歌了，所以就是我讲哇，这首歌一定红，然后我就很快学好这首歌，然后我就替维安谢谢你啊，就唱给我的前的那一任听，然后他就还讲哎很好听哦，维利安有来到我们雷雪凯演唱会嘛，然后我就带他去看演唱会，你请他看。
我亲他。哦。然后他看完了过后，他就留下一句话，就觉得他就讲哦，你是第一个唱这首歌给我听的人，可是你现在是带我去演唱的演唱会，就是唱给他听这样子啦。去了演唱会才分，因为那个原唱唱到比他好听太多了。只是讲我们的爱情没有到那么现实的层面上，就是那种小中学纯纯的爱情这样子。看一下你的白羊座的恋爱的到底是怎样的呢？我其实只有一任某哎。你心目中是多少任？不想要太多，可是我的恋情是不是很开心？是不好的。他的眼泪等一下会出来的感觉。是我也是在干嘛？要哭了啊！就是一个很不开心的一个结束，这样。他应该是被 PUA 啊。不止啊，他的应该是 PUA， 很久 PUA。那时候是在我中学的时候，然后中学那 puppy love， 我最记得的话应该是他对我讲分手，他分了我两次。两次第一次是你不要分，因为我第一次拍拖，我不懂爱情是怎样的，你懂吗？然后过后，我记得第一次分手的时候是他讲，我觉得你性格有问题。我最讨厌这句话。PUA。可是那个时候给到我，因为毕竟是我第一次拍拖，我真的是觉得我的个性真的是有问题。你被他影响了哈、哦。我们在一起9个月，然后过后又傻哦，答应他又再回一起。到第二次，我本身是 free thinker， 我是会去 church 一个人来的，然后我很喜欢那边的氛围，我喜欢多人的感觉。过后我就有带他进，结果他洗礼了，然后过后我们的价值观有点偏差了。他讲一句，因为神让我不要跟你在一起。什么星座？双子座哎、欸，是我星座。我很讨厌双子座了，真的。双子果然是。我觉得我真的宅在。关我什么事啊？不是我。我下课就要在那边做数学，因为我数学比较差一点啊，是蛮差一下。那他数学是比较好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跟我朋友一群朋友做，然后呢，他就走过来，他讲：“哎呀，你做这样多也没有用的啦，你都不会搞分过我。”在我的整个 friend 面前这样子压着我。几岁啊 ，Joy？ 32吧，不搞笑。没有，25吧啊。我觉得对姐姐来说，哎 ，small case 啦，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还有一堆的时间去经历，对不对？ Okay. 没有啦，越伤越多越好了。小的时候。是，我真的是我认同。经历是长一智。Kevin 呢 ？Kevin 你的恋情？我觉得每一任都是印象很深刻啊。因为我对啊，张一智，我对每一任都是很用心的在交往啊。如果讲说比较印象深最深的。应该是初恋啊，几岁的时候？我初恋的时候是我小学哦，哇，所以，我跟他分手过哦，整个中学哦就没有交过任何女朋友，哇，所以你要讲你很专情。你看你的恋情，我的恋情啊，我自己承认是有3任啦、啊。哦，有承认不承认的、啊？有不承认的吗 ？One night， 哦，我小学 One night 吓到我。所以你看你有什么甜甜还是苦苦还是酸酸的爱情吗？我甜甜人家苦苦哦，我可能是你的 X 的那种性格来的哦，渣你。因为其实我有3任，然后第一任的话我不懂我要不要承认，因为也没有牵过手，也没有 kiss 过，我不懂算不算。可是就有承认在过一起用 SMS 那种哦。第二任和第三任都比较长一点啊，都是有到月啦。第一任。用甜醋酸的用甜醋酸，有点吓到。对，不酸，我觉得甜也是不酸的。Wilson， 来，哎，不需要两个吗？一个吗？又好，一个吗？又好。哎，这个应该上头条新闻的这个人。我今年22岁，可以猜一下多人吗？你们觉得我？我觉得你承认的9任，你刚才讲说一位数吗？不承认的应该是有30多个吧。哦，没有这么夸张啦。我是8任，第一任初恋是12岁的时候。十二岁也是小学啊，所以刚好我们还捂他，他也是吧？十二岁这种酸咩？是啊，是哦。我觉得他们为什么酸呢？纯纯的爱情啊，初恋红豆饼、啊。你可以告诉我 okay, okay. 你的门槛在哪里，就可以算是爱情了。我的门槛在哪里啊 ？Kiss 过，见过对方的。他要勒一下自己。如果是说就是讲开始很认真的谈恋爱这样子啊，是3任罢了，因为前面5任还很年轻，所以我也不懂得什么是爱情。年轻就是你玩人家的理由。没有，我是通过跟他们谈恋爱，所以学到怎么样。你给我看一下你样子，8任啊，给我看一下。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哦，我觉得我自己慢慢成长啊。可是他真的里面，我看到他是桃花最好的。那下一位 Golden 呢？来跟观众讲一下，今年几岁有几任？我21岁，我没有任。
我自豪。你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叫什么吗？自杀型恋情啊。我看到很多有人有爱情故事，有很多情侣，我很想要，但是呢我不要踏出那一步。你是不是这样子的想法？会，我觉得我算是这种吧，就是听完身边的朋友分享，像有 negative 太多，就觉得其实爱情像也是可有可无吧。有 positive 的，你看今天这个很 positive 啊。不可以丢狮子做脸呢，我们白羊座狮子座最应该我妹妹狮子座耶。要 negative 才 positive 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太多了耶。这样你有喜欢过人吧？有。为什么不敢踏出那一步？其实我的例子跟他有点像，你是如果可以吗？我那时候是小幸运。我叫刘德华，唱歌给你听。有啊，有啊，不能。我就听人家讲他很喜欢田馥甄的小幸运，我是很喜欢田馥甄的人，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很喜欢他，我就为了他，我只是去记歌词，去学那个旋律，然后打算唱给他听，我就最后没有那个机会了。你唱得不好是吧？我唱歌就是永远原 key 是这样，我在低八度。我跟你讲哦，姐姐从你们两个人的身上看到一个观点，你们狮子座都是喜欢唱歌给情侣听的吗？没有啦，只能讲我是表现出自己有信心的那一面啦。有信心没信心也没有用，你看现在。可是他真的很会唱歌哎。你不会啊，你不要跟人家扯在一起。我就是为了凸显他会唱歌，我自豪。他会唱歌，我觉得正常。他会唱歌，我有点哇、wow。来 ，Q Q Q， 小幸运，小幸运，三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我都想做你女朋友了咯，我自豪。你没有恋情吗？你会有喜欢男生的这个可能性吗？哇，你不懂是第几个问我这个问题 ？OK， 你靠坐过去一点。会。但我可能从小就是异性缘会比较好，所以导致很多人有一些我会是喜欢男生。他们有利用你叫你陪他这个陪他做功课啊，陪他回家工具人吗？还好吧，应该每次煮饭给人家吃红枣水、okay? 煲粥，一不小心煮多了，哎呀，给你。我做好朋友这样久又不见我有，可能我因为我是男生哦，可能我像男生哦。喂，那时候我有讲要煮给你，是你自己拒绝的。你中口味的时候，哦，你看人家还有问过我，连问都没有问过。好人要拿捏的刚。刚好他家有一个橱儿专门放好人卡。有一些女生啊，她就当知道你是单身的时候啊，她就会一直哪里有。可是重点是你有女朋友哦，你还去跟别的女生。我也很好奇，就是好像零零年代的他们都是怎样去找他们的爱情。比较喜欢是快点约出来。我是在佛学认识他。妈妈送你去学佛，可是你却很怕头。零零后是这样的事啊，喝酒你乱，突然起来怀孕了，你会要那个孩子，还是你给堕胎费剁掉他？